他对家人都很照顾，很孝顺。那第七个是，他对一般的……等一下，我现在不知道讲什么。等一下，写在上面吗？你记得啊？对。第七个，他上做事情的时候很认真。那第八个优点是他非常为别人，他都不会想到他自己，都很替别人着想。那第九个是，太久了。他还有优点吗？没事，没事，没事。第九个是他没有缺点。对。第九个是他永远是对的。然后第十个是，谢谢他每次都包容我的脾气，然后他每次都先替我们。姓李家的人着想，那他永远才会想到他们姓曲家的人。那这一点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他也很让我做自己。那老婆，我爱你。第三关我过了。哇！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nd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手共同裁剪，就让我永远深
界的甜蜜花园。爱是谜底，我们心中的晴天，我只有和你一起努力的信念，肩靠着肩走过那轻盈雨天，再走一步，一切便是真真切切。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情节，有幸能握着你的手共同裁剪，就让我永远深深望着你的眼，牵着手悠悠在追求世界的甜蜜花园。
Once upon a time, give me love, make me smile till the end of life. Hold me up, hold me tight, lift me up to touch the sky, teaching me to love with heart, helping me open my mind.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 to give the best of my dream.
Kiss me.
嘉义啊，那然后刘耀俊自己讲，狮子这边转，刘耀俊狮子这边转，啊，张耀可以辩驳，狮子这边转，没错吧？敢呛我们张网拿五这边转啊，没错啊，五口了嘛，五口可以，五口可以，阿里哎嘛，张毅你他妈照镜子啊？哎，谁说五口？摄影师都在录音呢。喂，谁说的啊？谁说的？没有，他在第一二三四四台，第五台、第六台，我不知道。有带，都有带。